我简单讲一下，这个大概是去年七八月的事情。然后，来，这不是你做的，对，我做的。刚刚是卷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有穿上鞋子。好，一个。好，就是说它是去年八月的事情。然后，因为花莲有一群孩子，他们去在月台上帮大家搬行李，帮年长的人搬行李，帮孕妇搬行李。然后他们本来是暑假的一群中学生，一群志工在做这件事情。方老师应该是可以的。方以前可能要但是关掉的。刚刚是不是因为插了我的那个电源？还是你跟从开机？你们先继续讲。就是他是一群这个在花莲火车站啊，那因为花莲火车站很特别，就是说它有三个月台，但是它一二三月台，但是它第二月台没有手，没有那个电动的扶梯，它只有楼梯，所以你要是你的火车刚好停在第二月台的话，你必须要扛着行李走上一阶一阶的楼梯，它是有障碍，它不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。在花莲火车站第二月台，所以在花莲的一个基金会，一个志工的基金会，他们就想说发动年轻人、中学生去，发动中学生在暑假的时候在月台帮人家抬行李。这是去年七月到九月他们想要做的事情。后来这件事情在八月二十六号，他们八月二十六号那时候是九九重阳节那一天，他们要办一个好人运动会，他们把这定位叫好人运动。那他们想要串联全台湾的火车站去办这个好人运动会。那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跟这个团体还有一些接触，因为以前的一些报道，那后来变成是一些朋友的关系，常常去知道。那我有七月初去花莲的时候，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，那我就去看看那些小朋友，然后就在那边看了一下他们的，他们怎么做事情，然后把用自己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写成一篇网络的文章，放在商业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。那1394个字，不长，一个简单的文章。它是一千多字的文章。我在七月下旬的时候，上面有写那个日期。在七月下旬的时候，在网络上放了这样的一个文章。那其实他们那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刚回到我一开始讲，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志工团体，他们想要推动一个好人好事，然后抬抬行李，然后帮这些年长的人，然后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帮助，让这个在好人运动会的时候，在九九重阳节的时候，让年轻人去帮助年长者这件事情的想法跟行动被落实下去。那当然他们作为一个志工基金会，也没有什么资源开记者会，也没有资源做什么背心，也没有，所以你看到那个看板也都是大家自己 POP 画一画，没有资源。那好事搬行李也很好啊，但是我也不反对啊，那每个人走过去都说这样很棒很棒，很好很好啊。那其实这个新闻，这个事情，联合报在地的新闻记者也知道，在地的这个忠实的记者也知道，可是大家觉得反正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那边搬东西嘛，然后很好很好，值得嘉奖。但是你说看到什么新闻性，它真的没有新闻性，因为它是狗咬人的新闻，它本来它没有什么新闻性，就是说这个新闻不会有卖点。我们去报道说谁谁谁帮助了谁，那这没有卖点啊，因为所以这个困难在于说它是好事，没有人反对，所以这件事情它怎么？但后来在八月二十七号的他们的这个运动会，大家如果稍微那段时间有注意到一些媒体，其实后来电视台也好，后来电视报纸，所以甚至隔天的好人运动会晚，隔天的自由时报变成头版头条，那是礼拜天，应该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？头版头条的一个版面的新闻，那再次证明，或者说再一次强调，这个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啊，或之类，就是再次的告诉，去把台湾的比较温馨、善良的、良善的一面、人性的一面表达出来。那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件事情它
后来变成一股力量。其实他整个过程他也没有开过记者会，他也没有布条，他也没有动员什么人。那就是因为我刚好多事，然后经过了这个地方，经过他们这边，然后写了一篇这样的新闻稿，也不是新闻稿，它其实是我的一个随笔，就是我自己有在网络上写一些东西的习惯。那我就把我所见所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，用这样的方式放在商业周刊的官方网站上，下午三点多放上去，然后五点多六点多开始就很多人转载，然后苹果日报的网站、联合报的网站，然后脸书上就开始一直转出去，一直转出去。然后隔天我们的那个商周官网说，这是商周官方网站创立两年多来流量最高的一则新闻，点阅最高，然后在脸书上按赞最多的一个新闻。那这个新闻就是说，所以这个新闻它甚至能力，大家先简单倒着看。还是我们先让他调好再开始。